女白天很多事，俗女晚上有心事，帮你搞定俗女家务事。折扣档期要来了 ，Are you ready？ 耶！哎，真的要 ready 很重要哎，因为你一定要先做功课，把所有的 DM 认真的研读一番之后，你才不会失心疯乱买，或者是有一点点小小失心疯，但是你怎么样买的最划算，而且什么点数集的最到位。就是要看我们今天这一集哦。哎，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对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，因为每次我只要一走进去，我根本就是那些 DM 寄来的时候，我就一阵头晕，然后就不想看，所以一走进去就乱买。然后人家一推荐者，我就说好，推荐者我也好。然后就回家一看，说我怎么买那么多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给你交战手册。但是既然我们有这个大家都有失心疯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总是有挫败的时候。我们曾经就是因为什么状况下会让自己失心疯呢？女孩们。只要出现关键字啊，就一定会失心疯。限量赠品，平常都失心疯了，好不好？一定还加个赠品，限量，赠品就很厉害，他还加个限量哦。因为呢，我买了是鞋子，买一。他帮你第二双再折半价，所以我就为了第二双，而且还为了这个限量的商品赠品，什么非常漂亮的快收，大概就跟你的粉红色是这样子，樱花系，很漂亮。我已经想快收虎，我要快收虎来干嘛？我要把它放在哪里？而且它在那个地方真的太合。哎，先生有什么吃？正在做什么？小姐，帮你送快收虎 ，Oreo 小姐。你知道那个快烧壶看到之后就是太美了，限量快烧壶，而且好像不到150个。所以你意思说买一双第二双半价之外，还可以得到限量商品，再得到那个，对对对，就是价钱刚刚好到，我想说太值得了。对，但是光是挑这个第二双，挑了半天，我塞进去想说哇这双可以，至少我坐着，你的脸不太可以，好像有点紧啊，有点胀，我塞进去我坐着就好，我不要动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这样买回去了。好，第一件事情，打算买一双鞋，但都不站起来走。上节目很多时候都是坐着啊，是可以的。你看你们两位现在都坐，我们常常等一下会站起来哦。我们要起来看一下这个，有点不合理。所以就想说啊，至少一定会有场合可以穿到它，没关系，反正至少我是否了这个限量赠品，我就很开心的拿着这个东西，然后跟发票到了限量赠品，一去哇塞，大排长龙，因为只要是折扣日都大排长龙。对，然后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至少快到，快到，看大家都换，我就把发票拿给他，他就要看一下，说换完了耶，怎么可以？天哪，我好不容易挑到，我挤了一个鞋子耶，两块钱啊，不要买，因为他就写说是限量，对，然后下面会有挂号送，送完为止，那很多时候第一天就换完了，你也不能说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货？这样感觉我们很没有气度。他说这个东西胡乱完了，好像贪小便宜。现在有肥皂三颗，所以你是想要问说不好意思，现在有没有货？如果是我，我会说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这双鞋可以退了。你们那么想要？想要吗？我当然不敢问，拜托，小可奈。没关系，我们有马克杯，你要不要？对，我当然不能说我要啊，虽然说我很想要。我说好，没关系，然后你就拿去，然后我就带了两双鞋子回去了，想说这鞋子至少看起来，第一双我是否自己的 size 买的，买了之后尖头鞋，我跟你说，穿了第一天，我回去前面也破，后面也破。Oh my god！ 因为就是穿你的脚破，我的脚破，我的脚破，鞋子破，这有点夸张，是十年的，然后就。穿了之后脚破了，因为呢太急了，所以其实为什么人家穿鞋这样要走一走？对，我就是穿上去弄上去完全没有走，穿上去弄着就觉得 OK size OK 了，但殊不知他其实要买的是大一半号的，对，不然通常肩头的要比自己尺寸还要大，对，那我就买的时候想说完了。连合的那一双都不能穿，那不合的那一双嘞怎么办？我就穿了一次，真的那一个节目，我先请经纪人问说不会站起来哈，不会站起来，穿了之后就带回去放了。对，当我第二次再看见它的时候，它的皮都掉了，因为氧化，因为氧化下来对对，而且它其实好的皮你真的不常穿的话，它连胶都会裂开，它就真的只穿了一次就再也没穿过了，我就是佛限量产品。哇，还不如拿去买快烧壶，是不是？那个什么叉叉百货那边，我跟你讲，那个 No 哥超会逛的，
就要买那299、399的，他还会跟你比价。但你也不遑多让哎，这一区。先来讲鞋子的部分好了，我怕一下子开场都太刺激了，专家会吓跑这样子。所以楼西朗的就是呢，什么叫楼西朗？楼西朗就是很烦，就是很麻烦，对，麻烦的意思。我那天呢，我好不容易，他说要买三，他说买三双以上就会送这个券，然后这个券呢，大概就是里面好像是2000块，100、100、100的，然后可以现在这个地方买。2000块你不要吗？要啊，而且我们还要一次买三双，也太多了。我们都用的，对啊，我讲到这个就是那三双的其中之一，哎，那很好看的。我选这个是因为它是有大半号，可是呢。好在是它有绑带子，所以我把它缩到最紧都没有问题。所以你现在把这双鞋子这样子抬起来，是为了要给小可伤心啊？哎，我因为它还可以穿，你的已经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完全皮都崩了。但是呢，我回家一看，那个券呢，竟然送的那个券呢？对。有限时间的，对。虽然说这个档期到年底，虽然说好几个月，可是我才刚买三双，我不可能又在短时间又再去买三双嘛。更可恶的是，我又看错，我又听错，它不能在任何超市使用，只能在它那一个那个牌子，还是只能买鞋子。鞋子里面要就是逼迫你下次再消费了，再去买三双。对，然后再可怕的轮回，然后再送三双。对，可是我必须要老实讲哦，这个限量赠品还是礼券，都是女生很容易买单的造物。是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注意？没有，像我个人，我也会去针对赠品去买东西，我也很多。不过我后来就学乖了，我就会先问服务我的那个服务人员，就说：哎，那你们现在这个赠品还有没有？啊，他有些没有，他要去楼上换，要先帮你问嘛。对，起码你有问到，这是最安全的。所以你线上赠品真的要很注意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要注意它的活动日期，真的，不然你可能在第一轮看到，或者是说在手机看到一些网址，还是说有送东西什么的，你就跑去，对，就已经送完了。对，那更可怜就是没有，孟欣老师，可是问题老师，你发自内心，你讲没关系，你讲他承受的。更不好意思就是，可能像小可那种当下买完，他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赠品，又上去换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说你要注意，对，注意赠品还有没。没有，那第二个呢？就是老师，我们要怎么注意？我们先问一下说，那我要的那个樱花壶还有吗？没有，你就是直接问。对，你要赠品就直接问。你到底你有送几个？对，你如果在，比如说你在鞋柜好了，那鞋柜有鞋柜的楼管。鞋柜的这个服务人员他就会去帮你问楼管，楼管就有那个什么麦克还是什么对讲机什么，就会帮你问上去。话他们有分机可以打电话上去服务台那些换的地方问。每次都是上去一看，然后才一对完，然后对。那如果是楼管跟你说还有，然后你结果你上去的时候是没有，请找楼管，楼管会帮你付，他会帮你付，因为他说有啊。对，哎，我们都不知道可以问，我们从来没问过。那楼管在那一楼要干嘛？楼管现在会很忙。他也会帮你做一些其他的服务，这个都是他们的附加价值嘛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还有你要买什么东西才能去换到这个东西？因为有些人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凑5000就可以送一个什么？是，殊不知你那5000里面还要包含了一个什么？对，我才能有这个礼物。第三个就跟刚刚讲的有点类似，就是说我是不是买了这个东西，我才能送这个赠品？不过我要买这个东西的整个结账的过程，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配什么配什么配，我可能要用这个配下去结账。我才会有这个赠品。结账方式有限制，对，或者是说你要用怎么样？像有一些，或者有这些是限定特殊卡，对，那或者是百货公司，它在像母亲节就是每年的前半年的最大档的优惠，对，那每个百货都有每个百货的联名卡，对，你如果明明知道这个百货有联名卡有送东西，你即使当下没有，你可以提早去办，那是不用钱的，你才能去换到这个东西。哇塞，那我们要提前部署哎，而且我还提醒一下，就是真的在遇到这种大档期会。实行末档期，千万不要买自己不熟悉的品牌。对，因为你买了自己不熟悉的品牌，就像小可可能买那鞋子，就是你不熟悉的品牌，然后你对它的 size 啊，对它的这个规格你都不熟悉，所以很有可能你都会买到一些。你看起来觉得很划算，但是实际上回到家会觉得用不到的东西，就很可惜。因为你不熟悉，你就会凑了一堆你不知道要买什么的东西。对，就是买到的，但是不实用。对，说穿我们只是爱买而已的，我们家也一堆就是完全用不到的东西，就现场爱买而已啦。我们家就是很多用不到的。所以碰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这些罩门也不是只有女生会掉进去，男生也是会的。男生也是会啊，这一堆球鞋都还没拆啊，就只会买两双有用。我们心情好很多，真的心情好很多哎。对，我被疗愈
到。其实海军哦也是一个厉害的实力派的闪灵刷手。所以你的关键字是什么？我有这样子的吗？有啊，来看着板板拿出来，差一点。就送你了啊，差一点也是为了赠品，然后还是为了再差一点点，我就送给你这个东西。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解决你所有的家务事，跟上潮流社会事，满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，还有时尚这档事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俗女家务事，赶快来订阅。